捡，捡碎了给他送过去。哼，老百姓过日子吵架还知道回避父母呢，这叫什么呀？告状还不算，还学会剪头发了。捡碎了给他送过去。我告诉你们说啊，朕不怕你们把小话传出去，传出去更好。这像什么话呀？成千上万的眼睛盯着，成千上万的耳朵听着。 什么鸡毛蒜皮的屁事儿，传出去就都南辕北辙了。朕就真有那么龌龊呀？朕怎么就跟女人一打交道就一定是有情呢？这像什么话呀？这，捡碎了给送回去。麻烦你，我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一个姑娘走过去？哦，没有。这人呢？ 老爷，哎，老爷，你找着没有？找着什么了呀？我把四九城都跑遍了，连人影我都没瞧见。哎，那还不再找去啊？您还坐着。哎呦，你行了行了，你不让我坐着，我就躺着了啊。老爷，哎呀，性格啊，累死我了。我这一下午我把一年的路都跑完了，不找了。对，也不找了，爱丢不丢，丢就丢了。你想找他也找不着啊。哎，你坐着干嘛呀？ 你赶紧去把轿子叫过来，接老友回府。哎，您在这儿等着啊。哎。